我输了，我输了，我输了。来来来，我输了啊！小爷，干嘛欺负我？瑞瑞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让你看我。呜瑞瑞，呜瑞瑞。哎，周瑞，抢我！周瑞，小爷，干嘛欺负我？瑞瑞先动的手。你多大的人了？你还跟一个小朋友呢？你赶紧洗个澡，把浴室收拾一下。我带瑞瑞睡觉去了。干爸会偷懒。有道理，我监督你。你确定？嗯。你要监督我洗澡？喂，不是，我们监督你收拾浴室，你不准偷懒啊！你要监督我洗澡。